继续开会，这一节我们请副议长蔡副议长昌达质询，时间45分钟，副议长请。好，谢谢康议长，陈市长、副市长、各位局处所长、媒体朋友，大家午安哈。刚才中央公园要盖不要盖这个议题哦，我请市长答复一下。哦，市长。你答一下，市长请回答。好，谢谢议长，谢谢蔡副议长。中央公园要不要盖图书馆？好，我现在要先说明，我有刚有看到反对团体说它是私人纪念馆，绝对不是私人纪念馆，而是它有冠名权。就像说今天我们高雄所有的，现在高雄市立图书馆总馆每一个层楼他们也有不同的冠名，都是说我冠县市政府啊，这个我用什么意思，但是挂理科的名，挂他的名，嘿，绝对不是他怎么有个人私人的纪念馆。我想这样的误解非常不好。还有说我们有基金，他们的基金会的办公绝对没有，怎么会有今天我们高雄市立图书馆的，它是在中央图书馆的分馆。刚才李克勇纪念图书馆不是在高雄有，在北区、新北区、新店、宜兰，因有些人愿意把钱留给子孙，有些人认为要去图书馆，我个人认为图书馆是无论好也善，大家人拢会使入去图书馆，知识的投资，有些人欢喜安尼做。我是感觉讲，我拢对真济反对护树、保护生态、环保，他们有崇高理想的人，我都非常的尊重。但是今天有另外一批人，包括当地所有的里长、市民。我们这个过程之中几乎有一年半以来不断的沟通、民调、协调，但是我不希望被曲解，这是私人，我们又不是蒋介石什么有什么私人纪念馆，我们反对威权绝对没有。所以我非常谢谢蔡副议长能够让我有说明的机会。我们高雄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民主的声音，无相款反对的意见，我拢尊重。议会内底有人赞成，有人反对，我嘛拢尊重。但是高雄市政府的决策，都是大多数高雄市民的利益，公共利益，我都支持。伊也想要关庙、空调啊、刻名啊，赶快。都是这个意思。好，刚才你关一个消防车，消防车也有刻名。OK， 就是这样。为什么这样？为什么？如果因为这样要背负那么多的罪名骂名，那我想公道自在人心。好，谢谢市长哈。刚才讲大寮这个贯穿的定位哈，贯穿的定位哈，在1903年5月14日啊，就是是都市计划啊。较近哦，土地总底下旁啊，啊旁哦，杂草丛生哦。拢总到尾将近到尾50公顷啊，所以顶年啊，我阁拜托第八军团啊，叫因去遐割草啊，全部阁开要400万的经费啊，这是国防部的经费，因八军团的经费，把遮的草啊，全部甲割甲清气荡荡，因为吼，迄帮虫济啊，啊阁。热人吼，阁有一挂流啊，所以这也无加种地用好势吼。但是这电话内吼，我感觉这是大寮的门面呐。你去大寮，你贯穿这的腹地，拢总50公顷吼，无起办电话吼，阁囥较紧，到时阁囥较一年，草啊阁发起来。啊，所以吼，这都花局长，你简单答复一下那个进度啊。这个进度哪时候才会完成啊？归你，好人知影一个。是都花局吗？有啊。嘿，请都花局长回答。
谢谢议长，谢谢副议长。我想那个都市计划部分，都叫负责的这个大寮眷村土地重划案，它是在103年五月有公告发布实施啦。啊，现在是地震局在办理那个水保的部分，好，是不是请好地震局？请地震局局长请答。请地震局回答。那个进度啊，进度说明一下。麦克风。这个案子呢，在西部计划公告以后，我们马上就进行这个地主的座谈会啊，所以在六月的时候，我们就举办座谈会，而且也经过这个过半数的同意，就报重划计划书给内政部啊。但是内政部他是说，你要把那个水保跟环评的计划完成以后，才能够审核重划计划。大概几年可以完成？所以我把这个最新的进度跟副议长做一个报告哈。环评的部分呐、啊、哈。在5月25号，我们已经经过那个专案小组第三次审查过了，准备要提大会了。水保的部分呢，也是一样，要第三次审查。啊，审查过了以后，我们就可以报这个重划计划书。这两个计划最慢在105年的年底之前，我们一定可以完成，然后再送内政部这个重划计划书来报核作业。105年哦，今年底，今年底啊，对，你对。啊，差不多，安尼就开始当开始明年就开始当重划啊嘛。对，那准是报期，啊，计划那无问题准来时，我们就马上就。明年就开始当备在期的重划就开始启程啊。我们是希望这样，在如果是重划计划书下来以后，这些进度我们能够掌握的，我们都会全力来冲刺。我们尽量赶这个启程。谢谢副议长的关心。好，谢谢。哦，荷花园区哈，伫阿未合并进程就开始接落啊！哦，这个产业园区啊，啊由咱吼、哦、咱市长哦，咱个局势啊，你啊看顶届在咧拼到即届，已经伫去年度12月4号就动工啊嘛！哦，市长有去嘛？哦啊，咱伫地方遐也有去，但是那咧控制个时阵啊，哦，为着这个。要予通过这个荷花园区，地方声音足细啊！啊，当然咱着去协调啊，包括这里长、里民啊，哦，去协调了，有一个结果就是，咱地方伊要做公园，要做里活动中心，所以我无看到公务局的经费，当时要变公园。当时要做里活动中心，遥遥无期啊！真咧动工啊，但是道路30米啊嘛，将近要开辟啊。地方诶，里诶，儿童公园有两座，包括里活动中心拢无设计落。所以吼、哦，我嘛要请问咱的干部局长吼、哦。这个、七成当时会当来赶走，请回答。谢谢议长哦，谢谢副议长哦。咱儿童公园的部分哦，有一块是较大地啦吼，1.多公顷。那个当然哦，开辟经。咱无要做1.多公顷的，咱头要做个1.多公顷。咱有两块嘛，啊一块是1.多，啊一块是0.2嘛吼。啊这个部分我没有再研议啦，哦这个部分。另外多功能旅活动中心的部分哦，我们是想这个部分我们没有在计划，没有在计划，是不是规划在那个产业园区里面的地啊？没啦哦，没规划这个旅活动中心，没有，没规划嘛哦，那时候就是金华市就跟承诺啦，金华市就跟承诺说啊，旅活动中心哦，我们来规划啦，啊，再来做一个哦，给您做旅活动中心。所以哦，因上了你啊，因就伫咧想讲，啊，毋着搁伫遮咧讲乌龙是倒。啊，你也甲讲熟悉的讲啊，你活动中心会当用儿童公园的预定地来变你活动中心，比较健康。安尼毋只有法度通个哦，变成这啊，变成儿童公园无做，会当做你活动中心。哦，这是会当选择嘛。啊、你现在要做儿童公园，你等下有法当做你儿童中心嘛，是无法度的嘛。
所以哦，这有时啊，因会模糊地带，爱讲我清楚，爱讲我清楚的人，唔只会讲哦，安尼阮有要做这个公园啊，有确定啊。所以咱进就是目标，就是讲哦，公园这两座爱做，琉球里加咱上瑶里，基本信息要后增里、嘉明里，这种爱做啦。因为哦，今年啊，咱临门啊，拢总有三里啊。就做儿童公园啦、啊、西溪啦、中云啦、溪洲啦，这三里就拢做儿童公园啦、啊。这拢咱永康处现去规划啊。啊，这是事实讲，这拢市民有感啦、啊。你活动中，你到儿童公园甲做落吼，一寡囡仔好，一寡老人好，有一个空间吼、哦，通好伫遐活动，伫遐休闲。这盖好啊！阮安公园就做一个旅游当中，那、啊、做一个儿童公园，那个上了啊！这暗时啊，一群人拢伫遐咧运动啊！这嘛拢市场的政绩呢？你无做，已经年外嘿年外，咱咧讲的迄阵就是要一并啊！等荷花园区开始动工的时候，我们向里民说清楚，我们一定会把你们的儿童公园做好嘛！好、哦、啊，你也想讲，局长，你先答复一下。请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蔡副议长，谢谢蔡副议长一直以来对核发园区的支持啊。我公姐，我睡眠姐了哈、哦。就是其实我们一直都有在跟里长保持联络，其实最近都还去。那我要讲一个事情，就是我们确实会依我们之前沟通的方向来执行，都没有会勘呐、啊。如果有会勘才有启程嘛。我跟您讲，我跟副议长报告吼，就是主要是迄个构想上面是，因为对公务局来讲，公务局可能他执行的话，他是要土地征收完要开公园，在公园上面我们来安排那个护理活动中心的规划。好，第一要先办理会勘嘛，这重点第一堆爱心规划好啊。我弄怎样 ？OK， 我了解你意思，你我听你意思。你未看都不会未看到，敢那话纸上谈兵，讲啊，我当时要做这个地，当时要规划这，都唔是连会看都无，都无去看过。不一定，主要是安尼，因为这一个哈、哦，他可能他的做法不完全是公共工程。好，我想你应该了解这个，因为这个有跟园区开辟有相关的哈。但是你讲要会看这件代志，安尼我们了解，我们也可以来做一些安排。对一地较适当嘛。啊，这唔只有对里面有一个交代，因只讲哦，这事实人有承诺，这个儿童公园，啊，你活动中心看咱个来想办法，遐有两地儿童公园的预定地的，你烦恼，啊，所以你连办会勘都无办会勘，都别做哦，遥遥无期啊，遥遥无期啊，等进荷花园区做好啊，我阿公伫对啊，对不对？咱都唔是你敢骗票个，好，请坐下。这大寮吼、哦，咱的凤林三路382巷哦，这还未合并进前哦，我伫管理会就讲啊，这资料就当调啊。这条路拄啊，咱的凤林路甲立新路外围道路相谈啊。这条路就是这距离着中山工商啊，这来就是立新路就是外环道路啊，哦，外环凤林路的外环道路，这算市中心嘛。结果这的车辆是真够多啊，尤其是中山工商啊，啊咧上下客，这的肉丝吼、哦、一大堆啊，啊伊种延伸吼、哦，就拢有时啊会走去内坑里，有时会走去凤林路，有时会走去右手边的凤林路，结果拢阻塞塞车，啊这条路吼、哦，就是380巷，最目前是4米道路啊，4米啊。啊，这是计划道路啊，拢总165公尺，就是哦165公尺的长啊。拢总总经费吼，拢总总经费爱差不多6000几万啊。但是分做两阶段啦吼，分做两阶段，这就是为中山从路内探秘旅行路的。这你也看，这也要小心车，根本拢未小心车啦。这边啊，这是凤林路嘛。来，这位凤林路驶来这，就是这条382巷，哦，382巷，这探怪就是
这潭怪就是立新路啊，这条目前就四米路啊，这计划道路是八米，啊八米吼、哦，希望讲吼会当个拓宽哦，这小山车交通方便啦、啊。诶、第一个阶段是2300万是头前这大家先来开啦，当然有经费，咱来做嘛。哦，第二个阶段咱个分第二阶段嘛，因为骑火车吼、哦、比较较优先啦、啊。我也希望讲吼，咱会当逐年编列，让因感觉讲吼，遮唔好这条八米道路，探过立新路大肠灌小肠吼，因为较早的管道啦、乡道啦，拢安尼弯弯翘翘啦，拢无一个规划性啦，会得行就好啊。啊，管区合并了，足济做足济羊肠小道，马龙这四五的政绩啊，我们。也要推动啊，也要做啊，把它做好，市民才有感，伊会感觉讲哦，啊大路咧开啊，道路咧做啊，哦，这冈山哦是社区的连外道路，伊冈山里哦，拢总的人口数哦，将近免进头2000多个，2000多个，本地千几个尔。自光明路破开啊，这条光明路破开，25年前破开啊，伊拢无连外道路，它完全都没有连外道路，只有往凤平路的连外道路，其他都是农路，其他都是农路的连外道路，从这边到这边，不然就是从哦上面这边这种农路啊，无通去探一条大路光明路这30米的，结果目前这是4米，这目前这是4米道路。啊，我也希望讲吼，咱的都发局啊，哦，伊迄李明李长哦，曾经去哩伫咱都发局，希望讲会当变更，哦，变更为八米路就好，哦，让因会当一条路探出来到光明路，安尼比较吼，因的小闪车较袂危险嘛。四米路歹闪车，这么闪来，这都是农路啊。哦，这是农路江山咧骑出嚟诶，迄种光明路，啊，所以毕竟伊无法度通好拓宽，就是爱经过都市计划通盘检讨，较有法度啊。我请咱诶杜阿局长说明一下，请局长说明。谢谢议长啊，谢谢副议长。那关于江村社区这个连外道路的部分，确实伊现状伊是差不多4.5米的农业区的产业道路。产业道路对。哦啊，但是迄对江迄、那个江山社区来讲，伊是伊对外连道，伊要去买物件，啥物，大家拢会行迄条。啊，所以你办公室迄阵有陈情意见进来，那我们大概也经过审议。那最新的进度跟副议长这边做一个报告，就是在今年的5月24日。我们有开了一次这个案子的那个专案小组，适度委会专案小组审查。那审查的结果就是委员会一致认为说，基于地方的那个交通需求，原则同意它变更为道路用地，但是它还是需要请那个相关的主办单位去估一个合理的宽度啦，合理的宽度好。所以这个之后再会再提专案小组确定哦，再提送大会。以上跟副议长做说明。好，谢谢。所以哦，马威公哦。不管八米啦、十米啦，拢会使。主要是伊无连外道路啊。因也要出来伫江山社区吼，也要出来伫光明路吼，拢爱经过这产业道路啊。也无得爱靠一边啦，可以从平路啊，可以光明路安尼出来。大车啦，我咧讲大车。啊，这一般吼就拢徛好多歪啊，也无得哦开车啊，开车要小心车嘛，危险嘛。啊，所以吼、哦、啊，你也会当。啊，都市计划变更为八米道路、十米道路会扩，哦，即个里面啊，当然伊嘛会感觉讲，哦，咱有甲计划落，要甲征收即个农路，伊比较变成计划道路，因就较好出入啊。讲中正里啊，自强街76巷啊，即吼伫102年啊，本色啊。就10月25日啊，2:30我就办理会刊啊，甲干部局、咱的区公所，甲包括哦，这定情人啊，
拢现场的间，甲进两点半。即站哦，本来有卡着，小块水泥地啦。啊，水泥地是无要紧，主要啊拍通哦，阮啊对遮的，咱的消防也好啦，包括咱的救护也好，交安也好，拢总哦，拄啊30公尺尔，宽度8米宽。啊，我嘛希望讲吼，咱的干部局长吼，会当甲遮拍通啊，因为吼，伊迄较早吼，咱的咱的迄个清洁队啊的车，清洁队的车驶到遮吼，本地有一撮巷啊，会当插入去遮处理啊，会当插入遮处理，插去北德路，结果北德路遮私人地围起来啊。伊私人地啊，总围起来，因总未当插去北德路，所以因总伫遮拍北区啊，总爱拍北区，哦，个拍北区个赛道出去啊，哦，啊消防啊救灾嘛无方便啊，啊我嘛是希望讲哦，这条都30公尺八米道路呢，希望咱干部局会当个纳入啦，请局长答复一下，请局长回答。这条迄、那个70行这条吼，个我新一路这个33米吼，确实吼在安全上吼，确实有开辟的必要。那我们在明年度吼会延续来办理。哦，谢谢。因为这出来的探河村技术学院呐、啊，要一间专科啦，专科学校啦。啊，进前的私人地用围起来，伊只都往行尔，只奥多巴嘛未行进，超多啊未行进，拢行会使啦。啊，所以这8米道路啊，跑开哦，更加连接哦，就方便啦，大家就变成四通八达啦，这是急迫性需要。啊，咱来讲洪山水库啦，哦，诶，天池路啊，高71线啦，大坪顶外，因的计划道路是25米道路啊，拢总是1公里800几公尺啊。但是吼、哦，这已经会勘差不多 N 次再 N 次了，我已经会勘了，已经两次至三次了啦。自来水公司伊嘛无意见讲，阮遮个树仔边哦，遮个道路吼，叫恁使用啊，互恁干部个使用，咱免开辟25米，目前是12米啊。遮个红林一路的嘉明区，甲包括咱个林内、中厝、潭头。艺人啊，全部拢为家在出去吧，去大皮顶，全部买小港拢为家出去吧。遐拢总5里，哦，人口数万几个人口数有啊。但是哦，只洋墙狭道哦，买小厢车不是咧出车，非常不方便啦。只12米的屋无问题嘛，但是只剩8米道路啊，去你到高平十五路啊，高平十五路拓宽。嘛是合并进行，咱的市长哦，局长啊，伊都有哪只甲炮开的，本地设甲蛇未开进啊，即摆有甲炮开，遐地已经将近10米啊。但是，即拢天池路到高平15路遮哦，拢8米道路，上下班啊，吼、哦，呼呼叫，上下班非常长，你啊看这车哦，啊烧闪，都非常的哦。真啊！这奥多麦啊，你啊看奥多麦啊，买小巷多啊，在咧缠落，在咧砍卡落，这小巷咪足危险嘛！吼、哦，这小巷咪，你啷想奥多麦尔？你啷车你啷买小巷足危险？啊！这墙啊边啊，这是拢自来水的地啊，自来水公司啊，同意讲你甲拓宽拢总挂只落安尼多啊10几米啊，同意无偿保养啊，希望干部局来做啊。新工处当然伊也要来做，伊乐观其成啊！阮遮安尼路阁会宽，受益着咱5里的居民啊！因拢为遮出去嘛，要去小港绝对拢为遮出去的，唯一一条道路啊！不然的话，他们从大坪顶阁靠一林位新城啊里，遐靠一条连续大林啊！所以麻烦咱新工处吼、哦，新工处啊，哦，新工处说明还是干部局请局长说明。头头负责咧讲这条路吼，也让迄个自来水
自来水公司吼北边迄、那个往北超600公尺吼，当初是咱有会勘过，我们有达到一个共识，佮甲咱进行有路小可分段用自来水公司的土地吼、哦、来边啊会当分，就是把它稍微扩大1公尺到2公尺，就是树木的整修跟路面的修缮嘛，是这个部分嘛？对对，正确嘛。啊，这个我们会做，哪时候会做？哎，地平拢在问啊，当时要做啊。至少我们明年度哈，明年度前半年会来处理。安尼，哦，咱咨询会，里面就知影讲，哦，因看到就讲，啊，干部局长有承诺要来做这个，哦，这个道路的拓宽啦、啊，拓宽几年嘛，伊也免征收土地啊。对对对，就是拓宽超了1公尺到2公尺、啊。对对对，啊，轻体部分就是出来去公司要处理啊。也啊，伊无偿使用啊，我会勘过来给，我本少因那去会勘捉一抓啊，啊，就是因的一直问啊。哦，一直问我们家咧请教，讲这启程到底是当时啊，我们不了了之矣啊。哦，到时候没有记录了。系啊，到时讲这个搁做啊，搁后个搁来搁来搁讲啊，搁要做啊，安尼哦，人就无啊啦，人就阿妈袂记阿上啊，搁讲诶，好啦，请坐下。诶，林野呢，海岸绿色廊道哦，这连串哦，整个海岸线。海岸富裕景观改善工程哦，有分第一期甲第二期啊。啊，第一期已经做好啊，第一期哦，为中文港甲中国中间拢做好啊，拢总310公尺。啊，第二期哦是820公尺，第二期820公尺。水利署啊，伊是专业补助啊，水利署是全额补助啊，全额补助。咱这海岸线啊，你要看海岸线这边啊的公路啊，是安尼密密麻麻，用一号拢为这个公路出去外海咧抽啊。啊，咱啊海岸线做落吼时阵哦，是这廊道做起来是这修岸这抽水排工工地下骹修岸是顶管下骹顶管个让吼人行道个让行，下骹个当车辆修缮交通也方便啦。是一个哦，绿色廊道啊，但是吼、哦，伊这人，我来讲者，这个经费啊，这个经费吼、哦，海岸景观这个经费是拢水利署啊，这是水利署，哦，这第 A 哦 ，A 就是江仔嘴，加咱的湿地公园家北侧，拢总是4000几万，这水利署完全钱补助啊。B 就是吼、哦，为咱的海洋湿地公园至中云国中，遮的景观工程嘛是1亿3000几啊，这种属于海，这种属于水利署啊。但是咱干部局吼、哦，伊的意思就是讲，咱边啊道路搁爱开辟啊，啊开辟吼、哦，这都爱开咱的钱啊，哦这道路啊，伊要就是结合。景观也要结合道路啊，所以道路加得来5000几万，到尾6000万得来开咱的啊，开咱市府的，我征收土地啊，地这米岸米啊嘛是道路加了8000几万啊，这拢总头1.3亿啊，1亿3000多啊，拢爱开着咱市府的钱啊，所以毕竟也要做的话，为第一点就当先做海岸景观公园啦，嘛景观啦、啊，哦，景观爱道路你安怎开辟？我先叫咱水利局吼，先简单做一个说明啦。水利局，请说明。谢谢主席，谢谢那个副议长哈。那我们其实，在过那个前年开始执行的这个420公尺这一段哈，那是由市政府这边来那个出钱哈。那我们主要是把公有地里面的一些现有的海堤上面的一些管线做整理，那是一个示范，那示范完的效果很好。那我们现在把整个海岸线哦，我们是希望说在后续对于这个海堤外海堤侧的这一些私有地以及道路以及这一些养殖哈、哦、做一个整体规划，这个整体规划我们现在在6月底前会提出一个构想，那这一个规划内容会再跟市府的相关局处，包含公务局还有我们的海洋局这边来做确认哈、哦。
那有这一个规划以后，我们才能够依照这个规划内容去执行。那这里面所有的问题是非常多了哈。那副议长也知道说，这里面包含的道路的问题，那还有一些养殖方面的一个取水问题，还有养殖的专区的等等的问题。咱公路啊，先做嘞，公路啊，公路，哎呀，咱个景观先做啊，景观啊，景观啊。跟副议长报告就是。管路要做景观，它一定是延伸到我们的海堤那一段啊。对。那海堤那一段现在有私有地，所以必须要先处理这个用地取得。那用地取得，如果说依照现有的话这样去做，都市计划这样的现有的这个海堤这边去做，那可能会造成后面它一个道路宽度不够大，它有些只有四米，所以这个部分我是觉得要整体去做考量会比较好。但是整体做考量哦，已经有完成，目前有完成310公尺，加这条水上的水，大家拢认同啊。佮包括咱的线尾啊，佮东线，即个绿色的廊道啊，拢做好啊。伊的公路吼、哦，拢藏伫迄个上暗的下骹，迄道路啊做了，嘛是较弯路啊。那边也是接弯路在用啊，也是可以小闪车就好了，要不你只要征收那土地吃力啦，就是主要这个绿色廊道你也看整个整体看起来嘛较漂亮，市场也把你看过了，说看到这个公路白水公这样一塌糊涂，你看到这个头脑冒在发烧，市场也这样你也看过了，这你的尾都征收拢有做过啊，都东山里甲北山里这个路已经做好啊，嘛是较弯路啊，下骹嘛是较弯路啊。哦，就是我就是要讲重点，就是讲咱目前啊吼，剩分 A 甲 B 啊，咱分做两期来做啊，两期来做，咱都阮也像下骹较弯路，顶悬就做一个吼、绿色廊道这串联 ，B 嘛是串联到湿地公园。拢总安尼拄啊，一公里200几公尺啊！啊，这拢毋是咱水利局的钱，拢毋是咱市府的钱呢。这是水利署专业补助啊！哦，像家庭啊，你进咧规划家庭啊，迄嘛是专业补助啊。那个大部分的钱都是市府自筹款。无专业补助吗？那这过来给哪呢？他们只有补助那个我们在做海堤上面的培后这一方面，对啊，经费不高。伊迄算吼，伊迄算外环道路啦，类似吼，安尼两在外环道路，伊伫沿海线，迄当然会看会到嘛，较水嘛。吼、哦，咱车辆个出入，吼、哦，家庭要去到台南，吼、哦，变成讲遐车辆当然这廊道爱做好水啊。啊，这是吼、哦，这是所以讲连，串联道路就是讲。即增量去增，去增量去增，量会过就好啊！啊，比如讲四米嘛，可以啦，因为即个车辆无遐济人啊，出去卖嘛拢头要增来的。主要外观即个天花，即、这个绿色廊道做好势，我相信哦，啊，专业补助哦，咱家拜托哦，当地立委伊水利署申请补助啊，申请专业来补助，你想可行性安那？副议长报告就是我们会朝地方上的需求哈，那每个区域有不同的需求，那这个区域可能就是跟副议长提到的，就是他的需求就是要在那个海堤后面的这个道路尽量把它推到海堤侧哈，那我们会朝这个方向来做我们的规划。那经费的部分，因为这个是属于海堤的一个结构，那我们再跟水利署这边来去做争取。你要计划已经有写上去了啦，但是水利署他说应该要全额补助啊，我们尽量争取全额补助。好，请坐下。嗯，讲到吼、哦、大喇叭的前村啊，林门啊，即个北山里啊，拢总有四里，佮包括五里啊，拢总五里啊，拢无讲前村的计划啊。啊，不是哦，伫遐咧抗争者啊，啊，袂讲哦，前村啊。因为污染是非常严重啊，大喇叭行，为什么我们林园不行？来比一比嘛。咱呢，中油的三轻啊，伫遮5月15，即我翕的哦。5月15来走摊啊，啊拄啊讲好，啊小家呢跳车讲开罚100万，我搁开环保局，啊这边啊处理讲开罚尔，
开发不痛不痒，罚一百万，都唔是罚一百万的问题啊，罚一百万都无效啊。啊，建发这公安地点，伊公安也做无好势。公安的属于咱环工吼，环工公安的属于咱劳工局，劳检呐、啊，劳工局先打呼一下，劳工局，对中有啥听？劳工局，请劳工局回答。是。因家公安的啦吼，恁有叫咱的。咱个迄种去检测一道，迄个啥物处啊？迄个老检处啊。不，做迄个石化产业一直是我们这个老检个。对啊，老检啊，老检 啊。对对对。啊，你有一定有去检查无啊？有。啊，检查他不是因他一个月跳三四件，不是咧跳车，啊，小起来乌坎坎嘛。这是吼、哦，哎，他们公安吼、哦、必须彻底检讨问题了，嘿。我你讲加强来检查。加强检查嘛是，个。我莫妙妙啊，我无效啊，啊所以吼、哦，本色建议你坐啦。本色建议是讲吼、哦，大南部既然都有咧迁村啊的这个计划啊，咱嘛是讲人门这四里啊，包括我好里拢总五里，我好里是我沿海路这边啊。啊，伊这四里吼、哦，山尾四里是重要表面啦、啊。啊，所以要纳入千村医院调查表的范围啊，哎，范围啊，当然有一个计划，以后吼、哦、十年、二十年嘛好啊，有一个计划启程，伊唔只讲哎，我嘛要来拼千村啦，啊不吼、哦，大家死也是伫遐啦，茫茫渺渺，可怜啊，今仔日吼，咱中油啊，有讲要南迁啊。顶年的六月份啊，咱市议会通过吼、哦，具有工业管线自治条例啊，咱议会有通过。所以吼、哦，市长一直咧讲，中油南迁啊，今仔日中油的董事长伊有同意要南迁啦，因为是可能是赖瑞龙立委质询的款啦，爱讲伊有要南迁，但是已经有14间石化业的公司啊，也要跟进啊。这对咱高雄市的石化业是一个哦全新的新世纪啊。未来啊，咱的税收嘛较侪啊，直接污染、直接缴税啊、直接用福利啊，是正确的啊。啊，无税金缴伫台北，啊台北因税金就做遐建设啊。所以吼、哦，我请问，正好有三个议题啊，请问吼、哦，来，我剩七分钟，那个蔡局长，环安的政策，哦，你说明一下。请环保局蔡局长回答。谢谢议长，谢谢副议长哈。啊，这个部分就是讲，当好这14家的石化厂商会当登岸哈，就是迁回这个高雄了哈。其实这个部分，包括就是讲，就近管理因的现在设备、因的人员，哈、哦，啊，也立定一个就是，具体的一个环安的政策，哈、哦。对于内底相关的伊的尔后伊的妥善的管理，也是讲员工的一个士气，哈、哦，这嘛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方向了，哈、哦。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讲，会当讲有这个情形哦，以后会当讲，阮也加速。迁移这个经过住宅区这个公线，对咱未来按高雄的一个安全吼，拢有进一步的一个提升啦。好，简单答复。好 ，OK。那个杜华奇李局长说明迁村的哦政策。李局长，请简单答复啦。OK， 谢谢议长，谢谢副议长。我想跟副议长再报告的就是讲，副议长讲到差不多有两个所在啦哈，一个是迄个林园五福里的部分啦，那13到17里，那、啊、这个是离三清新三清最近的地方。那、啊、这个部分林园五福里这几个林的迁村，这个已经是现在进行的事。有啊，其实而且他也有主政的机关，那、啊、所以他照讲、啊、那个市里啊，那个市里啊。那根据我们5月30号有特别在跟经济部工业局那边询问啊，他们现在正在协调中油就那个筹措、那個。有启程嘛，然后再。所以他的部分是他已经正在做有主政机关，那、啊、现在就是沟通的事项继续进行，把它推进。
好，那另外那个汕尾的市里的部分，这个部分在101年3月份，我们提送给那时候的经建会，就是现在国发会，关于所谓短拉伯凤鼻头的那个迁村的那个评估书里面，也把汕尾这个市里也把它纳进去。可是，在过去这几年来，大概没有比较没有正面的回应、啊。所以你要纳进去啊！所以现在大林埔迁村的部分，最主要是现在没有主政机关，中央没有主政机关，这是所以是市府一直在跟中央积极沟通的部分。好，现在已经完全执政了哦，可以主政机关了。我们请市长哦回答实话的政策跟人员的政策哦，差不多三分钟啊，因为安中议员咧留两分钟，同个结束那个决定。请市长回答。谢谢。谢谢议长，谢谢蔡副议长。整个石化政策、未来何去何从？石化，我想石化业在高雄一年的产值9000多亿，快1兆。那在这里也将近有7-8万以上就业的人口，但是也带给高雄很大的风险，包括污染。但是，所以未来的石化，我们会认为它必须高质化，必须要安全，所以我会觉得说，未来我们对于中央必须在这个部分不断跟他沟通协调。刚刚我们蔡副议长非常关心林鹏地区那个古林啊，是不是要迁村？那根据我的了解，我想这个迁村应该会一并处理，也大部分的条件也大概，因为必须跟我们的这些市民沟通啊，这个会有好的处理。所以未来我们的石化业一定是要高质化、减碳。就是说，你如果继续污染高雄，这样的石化业不是我们要发展。但是如果是一个力能，未来石化业从研发的部分，让石化业能够是非常高的一个。跟科技跟各方有关，石化业能够充分的发挥未来它的绿色产业循环啊，减少对土地高雄的污染，这样的产业我们才会支持。我们有再一次常常跟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国营会表达，如果中油公司每个月啊，打够诶，都是迄个破欧烟啊，然后每个月在公安的事件不断，这样的产业一定得不到人民的支持，所以一定是要安全。如果这个产业对高雄是不安全，安尼高雄市政府无可能给支持。所以讲，咱伫公安的部分、安全的部分，阮一定会严格的要求。吼、所以讲未来石化业要安怎高质化？高未来石化业的发展，我想我们愿意跟中央在对未来高雄产业的部分继续跟他们讨论。谢谢，谢谢市长。来，我议长请张忠义议员。好，张议员请发言。谢谢。剩一个小小两分钟的时间吼，我要直接调一个个案，要麻烦社会局长。很简单的个案吼，有来自我的一个邻居阿姨嘛，住在宜兰啊。来到咱凤山将近30几年，但是呢，伊一个将是80岁的查人，伊要请低收无法度过，结果是安那无法度过，就是因囝唔饲伊，但是面临着因囝的问题，没有办法取得这个低收，所以只要我要麻烦咱社局长，我看我邻居这个阿桑，跟我邻居将近30几年。因为目前改一个人，啊，租一间厝，一个月要付5000块，更好像是3-4千块。啊，一个要付4000块的租金，要签那个低收没有办法取得。啊，其实就是他儿子不给他，啊，不爱给他吃，啊，不爱多脱离关系。在这种情况之下，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标准。我看到这阿桑，我若大家要出门。啊，看了用一支拐仔牙出来底下坐，啊，咱也看做唔甘，是不是这个案件我们可以，你找你们的那个社工来跟我，啊，来协调看看有哪一种方式来给他协助，这个局长啊，拜托一下谢谢，不用答复了，就找社工来跟我
啊，了解他的状况，怎样给他协助，啊，这嘛大力依然吼，啊嘛，相信看到咱咱做干嘛？会麻烦局长他邱社工来找张议员哈。啊，拜托了哈，谢谢。好，谢谢议长，咨询完毕了哈。好，谢谢。今天上午的议程到此结束，谢谢，下午3点继续开会。